要想无论是先信信解行政的次第，还是先要有资粮道，先怎样破除修行的障碍，叫五干。五干叫什么呢？色干、受干，什么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所以五音又叫五蕴，又叫五干。来自于就是纯粹物质世界对我们的障碍，纯粹来自精神世界的受想行识给我们带来的干扰，都会让我们有修行的障碍啊。所以你看很好，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受斥读诵此经，结果呢却被人轻贱，怎么样？他结果一个人一心行善修学佛法，结果却被人世人轻贱了，那大家要知道怎么样，世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，这个叫做重报轻受，重报轻受。什么叫做重报轻受呢？比如说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就这个道理。你做了错事，有一个勇于悔改的心，依据佛法，世间无可弃之人，世上之物无可弃之物，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为人轻贱不可怕，先世的罪业应堕恶道，已经世人轻贱故，先世罪业则为消灭，并且不但罪业消灭了，还能够因为修学此经怎么样，当得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达摩祖师啊，从南北朝时期来到中国，到了中国一直以楞伽经印心。达摩祖师把楞伽经啊四卷本的楞伽经交付给二祖慧可，二祖慧可交付给三祖僧璨，三祖僧璨交付给四祖道信，道信交付给五祖弘忍，到五祖弘忍不再用楞伽经来印心了，改成什么了？改成金刚经。所以金刚经更加被中国的禅宗啊所推崇所推重。须菩提，我念过去啊自己，这就叫正转法轮，证明的证，以自己的现身亲历，跟刚才说的与过去是五百世做忍辱仙人被怎么样割裂王割截身体，这都叫正转法轮，以自己的切身的实践告诉大家。那么佛在讲法的时候，他跟我们讲法不一样，我们讲法的时候大家是靠想象力想过去五百世，对不对？佛的讲法他因为有无量神通波罗蜜，神通波罗蜜，他一讲我好像后边那电影屏幕就出来了，得要被割裂王截截之截，大家就看到了，它不一样。咱们一讲在这想，所以你想就不可信，佛在那一说就东西那个画面在后边展现着，大家都信。所以最大的不同在这儿啊，与燃灯佛前，他一说燃灯佛，那我们中国汉地供养燃灯佛的很少，北京就一家，在哪里啊？通州葫芦湖里面有一个燃灯塔，那北大的那个理大学那个糊涂塔造的那个塔来造的，所以认祖归宗要到通州去认。这个时候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塔燃灯塔把它恢复为佛教活动场所，现在还是个工厂站，还是个工厂站。自己于燃灯佛前得知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，那由他是无量的意思啊，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成事，供养还不算，成事是什么意思啊？人家要喝水他就给拿水，要脱衣就给叠衣服，要穿衣就给拿衣服，要走路就给扫地啊，这就叫成事啊，身在身前照顾他啊，无空过者，没有漏过一尊佛，这个功德大不大？太大了啊！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熟持读诵此经，所得功德啊，跟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相比呢，受持此经的功德更大更大更大，是吧？
百分不及，千万一分乃至算术譬喻所不能及。须菩提，善男子善女人，受持读诵此经的功德，如果我据说者，怎么样？穷劫不尽。一般的经里边，这里会说穷劫不尽，也就是数量的时间讲这个功德都说不尽。或者有人闻了，心则狂乱，狐疑不信，狐疑不信也就罢了，心则狂乱，完了。就像本来自己知道有个头邯郸学步的人，听完这个，爬着回家了，完了。这就是福报还不够，福报不够是他这一期的还不够，智慧的累积不够也是这一期的，但是不能轻贱这些人。不能轻贱小根小气的，要等待他成熟，等待他成长。须菩提，要知道这个经它其中的义理不可思议，修学此经的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。尔时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永住？云何下不起心？佛告须菩提：善男子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当生如是心：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已，而无有一众生是灭度者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则非菩萨，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须菩提，于云何？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？佛曰：世尊，若解佛所说意，佛以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言：如是如是。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，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。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，作是言：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。看这一段。尔时又一次啊，那个时候，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怎么样？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不起？翻回来，看经文。第善现起请分第二。第几行？第四行。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，怎么样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这里呢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多了一个字是吧？应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有没有差异呢？很奇怪，讲《金刚经》讲来讲去又完全重复了，重复了。那么我推荐大家看看美国这个沈家镇老居士写的《金刚经》的研究，他把这两个研究得很透。为什么前边叫应云何住，这里叫云何应住？云何相心，说得很透。但是我个人呢，又不是太赞同。推荐大家学习，知道一个方法，人家是怎么看的。但是我个人又觉得没必要，因为他真正的目的，诸佛庙里非观文字，白纸黑字仅仅载道，载道的目的是干嘛？让你去体解大道，而不是怎么样在字面上抠他的意思，那就完全背道而驰，是不是？这个交给谁去做？交给广大的佛教学者去做，不要交给我们修行人来做。修行来做，到底我在这打坐，他云何相信？应云何住？这怎么办呢？自己在这儿狐疑狂乱，狐疑不信，心则狂乱，心不能得定。上来傻一点点，上来要傻一点点，管他应云何住还是云何应住，我就这么住，是不是？盘上腿就这么住。有妄想接受妄想，有杂念接受妄念，有黄色的接受黄色的，有暴力的接受暴力的，有喜悦祥和清净无为的接受它，
就这么简单，如是住，如是相息歇。好了，啊，这就是佛告须菩提，善男子、善女们，发这个无上正觉心者，当生如是心。啊，我们再回来看，这里是当生如是心，那前面呢？发阿耨多罗三藐，应如是住，如是相付其心，是吧？如是住，如是相亲，这里确实说，当生如是心，也就是怎么样的心呢？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也，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。灭度，让他的烦恼止息，到达智慧的彼岸，就叫做灭度。但是有一个狂人叫做希特勒，是吧？为了种族的名义，为了人种的优胜，要灭度。你看600万犹太人屠杀了，所以那个叫肉体消灭。但是佛法的叫让他从烦恼的此岸到达智慧的彼岸，叫灭度。灭度了一切众生，却没有一个众生灭度，这个有没有意思？太有意思。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这样子，他没成佛，他也就是佛，是吧？他没有成佛，实际上他的境界已经在佛的境界了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果菩萨执着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则非菩萨。为什么呢？须菩提，实在说，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、具体的道路、具体的指责啊规矩。发无上正等正觉心者，须菩提，你又怎么讲呢？难道说释迦牟尼如来在过去无量的这个时间之前的燃灯佛前，还是个修行人的时候，有法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？没有了，师尊。如我解佛所说意，您老人家在燃灯佛所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法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言，是啊，就是这样子，须菩提。实在没有一个法得到无上正等正觉，须菩提，如果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得到无上正等正觉，那么燃灯佛则不依我受记。什么叫做受记？就是预言了。所以那时候有一个法国人的预言叫什么呢？谁看过那个？说99年十大若丹达马斯的预言，是吧？说99年就怎么样，地球、月亮、太阳正成一个十字架，然后咱们地球该毁灭了。然后后来又2000几年的时候，这个有一大批那个在网上的一大堆的这个高科技分子网上冲浪的人，干嘛呢？说这个上帝拯救人是最后一次派彗星来接引人类，再以后就不拯救了，所以这一次必须抓住彗星的尾巴跟着走到天国去。所以那一时间美国、日本集体自杀超过了50人，全都是网络，利用网络。2000年的时候，你想想网络还不普及啊。那没过多久，乌干达又是将近300人，就是这样的方式啊，叫预言。但是这些预言它建生在什么上，建立在什么上呢？比量认知，比较的比，测量的量，比量认知。比量认知，比如说中国也有啊，推背图、烧饼哥，是吧？啊，诸葛亮的马前课。比量认知，比量认知就是根据以往的过往的经验累积了一个经验，然后得出一个结论，将来大概也会如此。比如说中国除了周朝，西周、东周传了多少年？800年。剩下从秦始皇到清朝，最短的隋朝和秦朝都是30-50年就算了，是吧？然后看看平均唐朝、宋朝、明朝、清朝、汉朝400年，是吧？它是不是有一个历史规则可循呢？有一个很大的历史规则可循，开创者，然后演兵、修文啊，裕民生息，然后开始振奋疆土，然后破败，然后中兴，中兴
破败，然后完了改朝换代，好像中国就一直这样子，一直这样子。所以众百姓苦，天下亡，百姓苦，都是这样子。哎，莫名其妙的比量认知。那么根据这个经验，哎，所以《三国演义》说，天下大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但是毛主席说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找到了一个方法，让我们可以长期的合下去。啊，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毛泽东选集。毛主席真的很了不起，把我们从一个动乱的那个总是征战的状态上，让我们能够安居。但是到了晚年了，老人家自己又让大家征战，是吧？很有意思啊。受记，但是佛的受记不同，它叫限量认知，限前实现现实的意思。限量认知，它是直接看到不变，这种认知是不会变化的。所以比量认知可变，限量认知不可变啊。所以燃灯佛就给当时的释迦牟尼这个行者，当时还不叫释迦牟尼佛呢，说你呢与未来世能够做佛啊，佛的号叫做释迦牟尼。那么释迦牟尼做没做个这个事儿呢？也做过，在法华经里边受记批，给阿难受记，将来阿难呐，你我去世后，你会经过若干若干长的时间修行，然后将来你的佛，你的你不再叫阿难了，你的佛国是什么样一个世界？有多少徒众？你说几次法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给阿难说完了，给迦叶说，给迦叶说完了，给这个阿那利尊者说，一一的给这些个十大阿罗汉受记完了，给1250长随众受记完了。又给提婆达多受记，提婆达多可是出佛身血破和合转法轮僧生现地狱之人，却释迦牟尼给他受记，说提婆达多将来若干世，结果他的佛土比阿难的大得多，存在时间很长。哎呀，所以法华经特别好玩，整个善恶不分了，很有意思。那么一个坏家伙，国土更大，活的时间更长，教化的人更多，啊，教化的人更多，对。然后不但说给这些弟子们受记，最后佛陀给所有的人受记，说若人散乱心，散乱的心，如果一个人心很散乱，入于塔庙之中，入于佛塔，入于寺庙之中，一称南无佛，就随便的看人家弄啊，有口无心，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，南无佛陀，阿弥陀佛，就随便说一句，世人成佛道，给所有的人受记，这就是法华经。所以很有意思，法华经28全都是讲故事，却在这个地方冒出一个来，让你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的力量。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所以燃灯佛与我受记，并且说你如今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啊。何以故？如来者即诸法如意，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须菩提，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须菩提，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实无虚，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，须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，须菩提，譬如人身长大，须菩提言，世尊，如来说人身长大即为